个火焰巨人，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。这个打不了，这个是铁包裹的。哦，可以用炸弹炸他，来来来来来，找一下湖，龟裂湖。喂，哎，到底谁丢谁啊？我天，哇哦哦哦，就他丢我差不多吧？你就当看不见我不行吗？警惕性那么高干什么？散步不好吗？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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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小马太过分了，我的马我的马我的马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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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上好呢。好，我上好了，来来来。赔本了，毒大，你真的毒大，这都毒大，那行吧，毒一个吧，控制成本，好好好，有道理，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我以为我已经是最抠的人了，没想到在交界地还有比我还抠的人，只做三个 ，OK， 然后走，嘿嘿，我迎着风，要从梦中醒来，一直坐着等待，咱们走近的时候先给自己上个 buff。哎，他看不到我，来先上个灵药，来上个，哎呀，干什么？我刚刚不是在喝灵药吗？太费电了，你别那么快发现我呀，那么快发现我干什么？回回，我回我回，哎，我回不了了，我是准备。哎呦我去，好，赶紧的赶紧的，丢丢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死倒了，耶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非常节省，一分都没有省，一点伤害都没有溢出，嗯，这一波真的是极致，勤俭持家。Hello， 今天西西带大家走一走这个老头环跳跳乐中最折磨人的地方，盖利德神兽塔，从西方龙墓出发，一直往前，直奔这一座被树根包围的塔。它是没有任何大门可以开启的，所以说可能有一些玩家还不知道这里是可以上去的。我当初在这里也死了很多次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期视频，帮助大家就是减少折磨，少走一些弯路。跟着树根走，然后先走到左边，这有个士兵，我们可以干掉他再上去，也可以直接跳过。旁边我的魂已经出卖了我。然后呢，再从这个梯子往上爬。我是按倍数的，如果你们看感觉太快的话，可以调一下倍数，放慢。从这个梯子上去呢，它上面是有东西拿，但不是正路，正路的话还是要往右边走。这边又是一个士兵，需要干掉他，我们才能安全的上楼。这里有个楼梯，看到了，从这个楼梯继续往上爬，然后接着往左边走，右边是死路，死胡同，没有道具什么的。本期视频呢，如果说有帮助，有帮到你的话呢，麻烦帮我点个赞好吗？这个点赞真的很重要，拜托了。这也有个士兵，这些就是在这种地方出现士兵很容易会让你受伤，把你打下悬崖都是很有可能的，所以一定要万分小心，然后一路往左边跳跳跳房子，再从这个篝火旁边的梯子上去，可以看到我走的也是十分的小心翼翼。最后这个梯子上去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一个起伏点，看着好像挺简单了，但是各位去尝试一下大概就知道了，骑马跳的话会比较安全，如果说没有马的话，人骑只是单纯人跳的话需要冲刺，就容错率比较低。接着从左边这里一路向这里，有两个士兵不用管，直接跳下来，然后再绕左，从这里下去会坠下来，但没有关系，然后再从这边再靠着边边往下，
然后左右两边都有台子，建议是走左边这个，这是我试了 N 次之后试出来的结论。然后呢，还是往下，那边有个士兵需要注意，他可能会把我打落悬崖，所以我们要在他发现我们之前尽快的跑到他面前，在这个大的平台杀掉他，然后踩一踩中间这个，就可以坐电梯上去了。差不多这个跳跳乐环节就已经结束了，非常惊险的片段。但是前面还有需要跳的地方，这里需要注意，有一个很强的敌人，一定不要跟他硬刚，直接过去。如果你的等级没有很高的话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就从这里跑，我差点都死了，这个东西后面我才来拿的。然后走到前方这里呢，有左边这里前方有两个血迹，然后直接从这里跳下去，会来到另外一个升降梯，我们乘这个升降梯上去，就可以到最后的一个起伏点了。从起伏点再过去就是打 boss 了。这个骑马的可以说话的吗？跟他聊两句。是守卫，没事，他过不来。过不来就锤你！等一下，不讲武德了，你这人！哎，怎么又被发现了？进教堂了！我去！进教堂他还是可以打我的，圣地呀、啊！我怎么看不到那个骑马的大将了？我还想要想找他报仇的，我看一下他有多厉害！啊，我被砍下马了，我去！可恶啊！好，上去。哇塞！我的天哪！可以打哎，真的可以打哎！我可以先骑着马打他，观察一下他。先去打别的吧，刚刚打过他那只是错觉，可恶啊。